所以这是非常难得。那么还有几分钟，我跟大家讲个三皈依，你们皈依三宝，真正听清楚了就皈依了。啊，那个形式不重要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皈依是回归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我们现在很多思想错误，言行错误，我们要回头。啊，依靠什么呢？我们依靠三宝。啊，三宝就是佛法僧。啊，现在讲三宝误会的人很多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《坛经》慧能六祖大师，那是盛唐，啊，佛法最兴旺的，在中国佛教黄金时代，啊，六祖大师传授三皈，就不讲三宝，就不设佛法僧，啊，他讲的是皈依觉，觉悟的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他讲这，完全从义理上说，不从形象上说，清净就是佛。啊，所以在后头有注解，啊，觉者佛也，正者法也，净者身也。啊，身代表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法代表正知正见，叫皈依正。佛是觉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他的皈依词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大家不会误解。那么唐朝距离佛法传到中国700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当然有原因，原因就是一般人把三宝已经看成偶像了。啊，所以他要把这个纠正过来，啊，用这样的词，啊，佛是觉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人称之为佛。啊，法是正知正见，啊，决定不会错误，也是超越时间空间，无论在什么地区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啊。觉真见是绝对正确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皈依觉，要以觉为标准。我们要学求觉，学佛就是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三宝搞清楚之后，正是正知正见，一定是经典。啊，没有经典做依据的，啊，这不是佛。啊，依哪一部经论，依哪个法门，就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你会开悟。没有说这个高那个高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佛说的话，《金刚经》说的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要记住，哪个法门都好，自己欢喜，你去学这一步，就会有成就。啊，不欢喜，慢慢去挑。挑好之后就一直到底，绝不改变，啊，一生守住一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成就都是平等的，啊，净宗的成就都是到极乐世界，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有身有形象，但是那个身形象跟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。九法界里面，身形象是有生有灭的，是生灭的形象，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不是真的假的，啊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为什么？它从自信流出来的，自信流出来的东西，它没有生命，啊，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所以佛教上讲真讲假，就用这个做定义，凡是生灭的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，
啊，我们身有生命，啊，所以这个生灭是生，人死了是生死了，我有意思没有啊？我没死，身体坏了不要了，换一个身体啊，啊，所以身体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就像衣服，衣服是我所有，衣服不是我。再进一步，你认识身体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啊，可以常常换的，啊，自己喜欢换什么就能换什么，真自在，啊，到你有功夫，自己能做主就好了，啊，你要佛身就成佛身，要菩萨身就现菩萨身，啊，得大自在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这一定要相信。如果怀疑，那你就是这一生六道出不去啊，很难出去啊。一切法门里面容易修，很难相信，就是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要修，万修万人去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凡是不成就的，有怀疑，信心不足啊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所以净土要讲透彻，讲清楚，讲明白，啊，讲彻底，你不能不行。你接受了，这一生就解脱了，啊，就圆满了。这个很重要，啊，所以皈依这个三宝，三宝是我们依靠，啊，出家人，出家人的功德很大，即使他破戒，那功德也很大，啊，他出不了轮回。他修的佛报就很大，为什么？一看到这个形象，我们第一个念头清净啊，就学他的清净。他提醒我们要身心清净啊，要不染污啊，从他形象。至于他自己修的，那是他的事情，那不是我的事情啊。我们看佛像，泥塑木雕彩画的佛像，看到佛就想到觉悟。啊，看到书本不一定是经书，啊，看到书本就想到正知正见，这是真正皈依三宝。啊，三宝对你起作用，啊，你要是受皈依的形式，不懂这个道理，啊，在见三宝、接触三宝上，没办法提醒自己的觉正见。这不算皈依啊，一定要知道我们皈依的是觉正见啊，依靠这个啊。那么三宝教导我必须遵守的，我们净宗净土宗，我提出我们行门五个科目，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戒律，基本的戒律。第一个，敬业三福啊，这是最高修学指导原则啊，不但是净宗，是所有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啊，这是共同要遵守的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，这是人天福报。如果人天的资格都失掉了，向上不能提升啊，所以要懂得孝养父母。佛教从伦理跟儒完全相同，跟我们中国老子完全相同啊，都把孝情摆在第一位，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佛教也是孝道的基础上啊，成佛是孝道的圆满啊，这个要记住啊，这人天的。人天神不会失掉人天神，在六道里头不会做三恶道啊，这个要遵守啊，修持善业。那我们今天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要提倡弟子规？弟子规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是这个根啊。慈心不杀，我用道教感应篇，太上感应啊，必须要修学。下面是善业道，这是佛法，
我叫他做三个根啊，第一条儒的根弟子规，第二条道的根感应篇，第三个佛的根是善业道啊，这是根本的根本，必须要学习啊，没有这个根那就不活不了啊，像植物一样根没有了早晚就枯烂掉了，它不能成就，这个根要扎稳，然后学佛。学佛是从小乘到大乘，先一定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，这是整个小乘啊，小乘里面所教导我们多半是伦理道德因果啊，必须要学习啊，作为大乘的根，然后再提升大乘，大乘的发菩提心，发心立志，我这一生，人家说是有人问我了，人活在世间为什么？啊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人活在世间是为了做佛，为了成佛。用中国话说是，我活在世间要做圣人。啊，孔子、老子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活得有价值，把自己向上提，提升到最顶点。啊，这个就有意义了。啊，要不然来生间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发菩提心是发这个心。啊，发心之后，要学习大乘经教。啊，他的第二句讲身心因果，这个身心因果不是小乘因果，也不是大乘因果，啊，这是成佛的因果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信仰佛说的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依照这个法门修，真正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无量寿啊，那你真的有生没有死啊，那是真的是永生啊，要相信这个深陷于读诵大乘啊，依照大乘哪个宗派所修学的主要经典，一定要认真学习啊。最后一句是叫我们弘法利生啊，劝进心者，我们自己成就要帮助别人啊，真正想能相信接受的人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，这是最高指导原则啊。这经义三福总共是一句，然后今天我们生活离不开团体，佛教四个人在一起就叫一众，就是一个团体啊，他不是三个，他是四个人啊，四个人在一起要修什么？修六合敬啊，见合同解，我们的见解就想法看法很接近，没有很大的争论啊。今天全世界问题就是不和啊，我们怎样来和天下啊，今天我们找到的就是用群书之要来获天下啊，这本书真的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啊。我这两年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和平会议啊，这两次参加，我们就把这个360群主要360带了几百本到里面去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，各国都欢喜，没有一个不欢喜啊。我们就劝他多带几本去回去送给你们国家领导啊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想法一个看法，世界就和平了啊，许许多多争论误会就能化解了。所以这靠教育啊，要靠圣贤教育啊，这部书
非常有价值。我们在联合国做实验、做试探，这个试探很成功，各国欢喜。我们继续努力，让他们互相学习，大家都能够认同，协助一些很难得。再过两个月要到英国的访问，我们相信的绝对不是一个英国，可能欧洲还有一些国家他一起的访问，他现在在带头，带头恢复中国传统文化，把中国老祖宗去找回来，那就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真正能够救21世纪的社会，只有靠孟学书跟大乘佛法。我们听了，我是相信，没怀疑，我赞同他的话，但是没有信心。我们做不到，人微言轻，做不到。现在看到国家领导人做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欢喜。这些在佛法讲都是地球上这些居民还是善人多恶人少，如果要是恶人多善人少，就麻烦就大了，还是人很好教。我也做了实验，在中国做实验，办这个道德讲堂，所以将来我们在此地也要办道德讲堂，能在短短的时间把坏人变成好人，把贪官变成廉洁，这都在大陆上做成功的，做成功，做得很有成绩，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道德讲堂好像有几百所，过去只有一个地方，现在有100多个地方，这个都是很好的现象，让我们看到欢喜，他们怎么教的？其实很简单，最重要就是教的人真诚心、恭敬心、亲切心，就能够给大家老师跟学生去感应道教，7天心服口服，回去真感，真的能够把一个人转变过来，我们在2005年、2006年做实验，就是实验，两句话过人，人性本善，实验成功，人是教得好的，也实验成功，不难教啊，就是现在没人教，如果有人教，我相信个个都成就。这个实验的时候应该向全世界推广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很欢喜，就在这个最后的最后的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我们真正皈依三宝，以三宝做我们一生言行的标准，我们努力把佛法、把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够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自己会一生非常幸福。我感谢老师，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得到了，我真的是一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一样都不缺乏，你说多自在啊，这大自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都说人生最大的福报莫过于是往生净土，在恭听老法师讲之后，那么最大的喜悦
马良居士感叹道：人生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学习佛法；人生最大的意义，莫过于将我们生活的地方变成人间净土。